昨天，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万科馆举办了以“品质生活，滋养生命”为主题的杭州日活动。杭州印象摄影展以及杭州万科良渚文化村。到了意大利，一个劲，哎呦，那好吃啊，但是要想在意大利节食很难。我到哪儿呢？吃麻辣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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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麻辣香。我到哪儿呢？